这一股叛逆，但是是嘞，看起来我来的不是时阵，了了，出来。你是八零会馆的头家娘，我阁有代志，先来走。哎呦！哎，囡仔，哇，有屎！啊，你是安怎无代无志甲我拍啦？想袂到你是渣男哦！委员讲无介意你，你就走去会馆去找昏迷的，而且一声就挑战大魔王，找这个级数上悬的头家娘。哦，代志不是你想安尼啦，人找了个出来，阁唔是安尼？啊，无是安那？你讲啊！讲袂出来哦，迄项的代志才拄啊行李清白了呢。你随个估计出来，你是检查看的名声，无想要去了是吗？你哎，你哪会当我白怕人啊？就算讲你是个丁心，嘛袂当安尼去甲动手。你安尼是职场霸凌。哎呦，霸凌会馆的头家娘，阁不了正义感吗？那我你认为我做这道是甚么款的查某人？我嘛是正正当当靠家己力量，甲后生强勇大汉，凭甚么让人看起？你有甚么资格批评我？妈，阮婿不是这个意思啦。妈，恁是母仔囝？你刚去会馆要抓嫌疑犯的时阵，你阁惊无识识？你是安怎无甲我讲，八零会馆的头家娘就是恁妈妈？你是存心要包庇嫌疑犯是吗？我嘛无想到迄天会伫遐拄到阮妈。平常时我真少甲姓韩的联络，我伫遐上班，无甲伊讲，是为着要保护伊，伊真正唔知影。为了你，我连法院明察奖我都不会递啊！你竟然连我都骗，我对你真正足失望。三，你是安怎搁家己开门入来啦？即摆唔管我讲啥，阮三拢袂相信。你若是接我的电话，我嘛袂家己入来。还是讲，你给我的电话设拒接。我敢会当安尼做？袂用你。袂用起，干嘛？师，你要啉茶无？我咧泡茶呢。歹势啦，我唔是头过要阮妈，阮妈就是八零会馆的头家娘。迄天我伫现场拄到伊，我嘛是感觉足意外。后来咧，后来想做你嘛无讲。我今嘛是执法人员，我是要怎甲人讲起这个代志啊？我唔是头过要阮妈，我是惊造成误会。而且，我嘛做甲因为安尼，叫人看袂起。王先生，检察官官开中铁轨迄个人形，代表啥物啊？怀抱公益，甲关怀。王道德啊，
你一定吃真侪苦吼。人的出身吼，无法度选择啊。啊，你妈妈为着要甲你抚养大汉，做遐尼辛苦的工作，你着较有效咧，知无？这吼，无啥通好见笑啦，莫甲人看你袂起。师，多谢你。哇，即马什么时代啊？你若够有即落阶级意识啦！讲个吹打，我去拍的。遵命。来，小邓，你感觉其他什么代志咧？有吗？我坦白从宽，那有吼？今天你做一摆讲讲来。无啊。哦，无就好，泡茶。我袂当讲出高世贤就是我客辈，在一线晚忙，就是查出是谁害死朋友阿英。若是讲出我甲高家的关系，恐惊师爷会把我为这个案件排除在外，安尼就减一个卡手调查真相。要安怎这个世界？一定要跟我作对，一定看我袂顺眼，到底是做唔对啥？这里。那是你，上早伫我落皮的时阵，你会出现。高伟宇，你怎个看我笑话先？把你关心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敢讲你去给黄医生挂出来？我的事情要你管，你即摆转去盛发，搁做经理，谈恋爱，事业爱情两得意，你也无想看卖？你会当有今仔日这种好运是上帝引的？是我，但是无我甲你杀落水，你敢有法度逆转人生？你无赶紧甲我这个温情人说倒下。你若是要安尼讲，确实是无唔对。我会当甲黄玉生离婚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确实是你这个小三帝引的。我确实在倒下你这个小三。你是怎么好事？就后摆啊，讲话红啥事？你是唔通袂记哦？你跟黄玉生还袂离婚，你就爬去小仙女的眠床顶。那是后来啊，假捧狗、假狗笑，够恶心的，真恶心！林美艳，我之前就跟你讲过，莫来压维宇。伊今冒一个跟出关的朋友会当回客，你是讲袂听是吗？你拄则讲的话哦，我拢有录音，伊是会当直接告你公然侮辱。我警告你哦，你以后若是看到维云，阮当兵走出来，你上好是头咧咧，为西边离开，莫让维云目睭哦，看到你这个歹物啊！啊，你安怎无啊？你奈遮尼瘾头，安尼假甜甜跳笑好你肥哦，我袂晓替家己讲话。林美妍现在已经众叛亲离啊！你黄医生嘛对伊切心，我若是够敢骂，我们就等于是打落水狗，安尼就无道德。啊，你可能要见面，什么代志啊？哦，我听小春讲，安迪副总伫疗养院叫人下药啊。我是想要问你，若是林美妍看上这个代志，伊敢会欠我话多？敢会欠我俩去乖啊？之前做安迪，因为绑票去警察局的时阵，我就感觉迄个林美妍甲高爱伦，敢那有啥未记讲的交易？啊，不过即摆看起来，林美妍真有可能是去人动作起先的起底哦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林美妍是替死鬼？无证据，我嘛无得确定。这个呢是我对犯罪的直觉啊。阿哥，一旦被人起诉，法律一定会给伊一个公道的判决。所以哦，你嘛免提早替烦恼。伊即马一个人孤孤单单，
有心，搁向上爱的人挂出来，无依无我，嘛算是受着天罚。宋翔，啊！你今年搬出去时，毋是甲我讲，以后啥物代志拢要算互清楚。啊，我拄只的法律咨询费一点钟是5000块。遐尼贵哦！无咱去找一间咖啡厅，好好坐落来，才会当好好计时吼。我是甲你讲耍笑的啦。看在你是我朋友的份上哦，我会当接受等价交换。伊这个姿势，敢是想要甲我咱？通讲，伊对我有迄个意思。我敢袂当这么紧就接受新的感情？这款代志袂当又交我的啦！我叫刚刚去上头呢，你来这里等啊？哦，那这是不是？哎，你你有要紧无？哈，还是上头到位啊？我看卖啊，哈。无代志啦，无代志啦。我回去哦，大约报上好。是讲，你看你那真大。我就是讲你。你要？你就是讲我爱用身体等价交换我的咨询费哦？这个意思是，我刚才挂的徽章象征着拥抱公益的关怀。我希望你会当抱着一颗关怀的心，替我吐吐苦水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你也唔卡再讲，还我误会，误会啥？啊，你唔是讲有啥物苦水要讲，你紧讲啊！我有一个真敬重的好朋友，伊一生愿望就是找出害死好朋友凶手，替伊报仇。不过伊怀疑的人，也是一个。我真敬重的人，甲我关系嘛真好。我是无认为伊会做出啥物伤天害理的代志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你惊你上敬重的人真正犯杀人罪？我才做交我的朋友，会发现我甲伊要抓的人关系这么好。在想你多少钱是吧？啊，我唔知啊，你甲恁的关系直接讲破，对你来讲有啥物影响？我敢知影，所有伤害拢是为白头的开始。我的婚姻就是上好的案例，所以讲恁若是真心想要化解这个代志，就应该坦白，把一切拢讲出来。安尼无对卡，代志自然就化解啊。那是你讲的这样简单就好啊！好啊好啊，莫想遐尼济，我请你啉咖啡，啊，食一寡甜点，心情就会变好哦，呀、yeah?。